Hello， 我是 Kai。 在之前阴阳师的影片录版的更新就是有说到做福童子的新皮肤，那如今呢，在台服的新年活动我们也是可以拿到这个皮肤。要如何免费拿到呢？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在首页这里点击活动，就可以进入这个做福童子的那个活动的页面了。那这个点了这里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就是规则是什么了。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得到一次点亮拼图的机会，每日只能完成一次，然后就是晚上12点它就会重置这个任务了。还有就是什么呢，每次点亮都会拿到一个随机的奖励了，在活动的结束前点亮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特点外观了。那我们拉下来这里看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有拼图，总共是36个，这样其实每一天可以做4个这个任务，就是代表一天我们最多可以拿到4个这个拼图。只要你拿到了就可以在这里点击，点击了就会点亮了。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1月24日到2月9日，总共有17天，其实是很充足的让我们去完成。就算你就是一天做不了4个，只做到3个，都可以顺利的就是填补完这里的拼图了。从这里其实是可以看到了，他叫你通过御魂副本啊、觉醒副本、探索副本。四神召唤的话可能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做到，不过也没关系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告诉大家，就是有个免费的活动这样。喜欢的话欢迎两个赞，如果有任何问题任何资讯想分享给我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